来记录一下，我买的这个很多年了，忘记怎么用。这个要配对，这个很简单哦，就它这里把它转开哦，转开之后，然后你这边这个开关哦，无线麦克风打开哦，87.5，你把它点一下下去，它就自动抓了哦，简单个袂记安那用，然后你这样讲话，它就能收录到了哦。喂，什么烧？什么烧？什么烧？哇，艾特尔，哎呀，这个就是一般的小蜜蜂啊，这个太近它会叫了。好，啊不呀，你也要改用有线的有无？你就关掉，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会没有电哦，没有电，而且大细声嘛会当控制，没有电之后，这个拿过来，哦，从这边。耳机，迄个啥物啊？这话筒哦，干进去之后打开，好无？安尼有啊？什么烧？什么烧？什么烧？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但是这就是有线哦，感觉较歹用啦。哦，来，哦，大概就这样子。啊，你拔掉一样。哦，这个你点中间，它出现87.5哦。然后按这个按一下 M，它就自动抓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我拄啊无甲记起来，今仔日研究研究几步啊。好，扣扣扣扣，好，记录就这样。操作方法非常简单，好，关起来。啊，伊这充电伫遮啦，嘿啊，无买几啊档袂记啊用。然后这个充电的也是用手机这个，啊，不要用就关掉。好，谢谢收看啦、啊。